想要报仇，拄奉上，你拄只甲我扒起个，我拄去收着，我会使用五料金莲对付你。小妹啊，为什么五料金莲？啊，五料金莲就是你甲我扒这个五金针头，我都收着啊，我都收着这招啦。所以，我这个粉面的济公，战到尾来全变乌面的了。好啊，你伫咧讲什么白话？我听无。这这样多，我怕你是有原因，哟、啊！你跑完了，枉费你是一个小闲人。你讲你在咧吃菜，对吗？你讲来这个烟花衣，来，啊，我来到烟花衣，都是为着恁呢。你是嘛在咧讲什么呀？为着你的红妹啦。这句话是安怎讲？哎呦，听你这种口气，你今日嘴嘴还佫唔知影哦？你的红爹不该用这。当心，有甚物证据？证据足简单嘞。对吧？问恁后妹就好啊，恁。爱人嘞，啊，我就来将一群清风送到当后江家。小点啦，啊！小小的清风，没人可能将我后妹送到当后江啊。皇上，啊，你袂记哩啊？苏当时你伫外面飞啊，我嘛是甲你救，啊，我就有才调救你啊，我哪会无才调用清风？这，讲到是反的道理。要不过，姐妹，安怎呢？人人讲你的歹话，我哩本来想要制裁你啊。如今我打扮白身出家，完全是为着你。但既然是安尼，你讲你是冤枉的，你就甲官人倒转来去京城，查出水路招出来。再我也要答应你，我甲无做歹代志，以上我正正当当，我甲皇上你当。